还说是我长变样了，就是对什么的。有跟他具体聊吗？没有，他也很谨慎，因为当时有律师在旁边，很难，我觉得挺难的，应该。但是反正有录音。就是当年同情你的就是他，是吧？对。就是就不是说需要他，就是真的给你东西，就是就当年到底后面发生了什么，有没有可能一个私下的沟通渠道？当时报案，你报案的时候是他给你做的这个，对。就是那个说有个年轻姐姐很同情他。这个跟他老师说，然后又换了。这个朱军，就说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，嗯，就是这个叫事件的，就是发现我那个就是监控抹嘴巴的那个，看了监控的也是他，啊，其实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不知道警察他到底查了什么，那如果说有一个内部的人可以私下沟通一下的，那至少知道案件里面有什么，那应该很难，我觉得。